好精妙啊！第一，每個人的命運是不同的，有人早發，有人晚整，有些人一生事業啊。小朋友的家人一起相聚，彼此認識一齊的，帶領我們以下的時間奉主名求，阿門。下一位大爷，你妈妈在看台，你不要去查了。佢撞我啊！放牛啊！放牛啊！真的神心我你说他搞的贵得神多神有神地有啊有一边小姐你真的靓啊你真的不知声啊小姐求神求神诚心礼佛来求灵神同小姐你神心有愿你说话谨慎，愿你腰立稳行，快利海米施身，笑生意太深，初相见心中爱欲人，我初初学人去问问，生何堪大无人。